我要吃香蕉面包。嗯，好好吃啊！真好吃。波尼，哦，你有没有觉得房子在晃动啊？波尼，是地震了！地震了！哦，波尼着火啦！快点灭火才可以。吉尼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
蚁宝宝的家到底在哪儿啊？哦，我记得是这里哦。哦，是鲨鱼宝宝。是基尼和波尼，你们好。鲨鱼宝宝，我们为了来找你走了好久，太累了。是的，所以呢，你给我们做好吃的吧。嗯，好吃的吗？好的。嗯，好闻的味道。我好想快点吃。我也是。已经吃完晚餐了，我们该睡觉啦。好的。呀，啊，啊 ！Oh no！ 屁股的水怎么上涨了？波尼、基尼，快点起来，有危险！我们要从这里逃出去。What？ 什么？我们得逃跑吗？基尼，快起来呀！ Oh？ 我们得从这里逃走。哦，什么？快点！